身体健安健康，然后平安喜乐，好不好？最后才是发大财啊，给你们许的都一样。然后给各位挫友的话，我也是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喜乐，祝各位挫友及家人都是这样子，然后最后发大财。Hello， 各位挫友大家好，我是小杨。来噔噔噔噔，有没有发现今天有什么不一样啊？超漂亮，啥都带上了啊！啥都带上了，你有没有发现什么不一样？一天比一天漂亮，今天不一般的美，对不对？比较有仪式感。来，这个的话是小杨的珠串啊，这个的话是一个飘扬绿的一个手镯。然后其他这些小耳钉啊什么咱们就不说了啊。今天的话来，我穿的这个的话是傣装啊，它不是缅装，但跟缅装的话是很像的。我们这边的傣族小姐姐都穿这个啊，穿这个的话就特别显身材，前凸后翘啊。但我身材可能没有那么好啊。来，走走走，我跟你们讲啊，这两天的话是傣族的那个点灯节，缅甸那边的话也有啊，其实就是祈求平安，一个祈福的一个节日。然后我们今天的话就来到了这边，咱们的话也去点点灯啊，许个愿啊，希望各位挫友身体健康，顺顺利利。锦上添花的话就是发大财，好不好？好，我也是啊，我就这个愿望。我也好。杨老师，你会跳那个傣族舞吗？就是那个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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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啊？那个不是有个孔雀舞吗？是不是？来来，要不跳一个？跳一个。孔雀舞第一人你们知道是谁吗？杨丽萍，是不是？啊，我不会。不是巩琳娜吗？试一下嘛，试一下。你们给我配个乐呀！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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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我们就先跳了啊！你还是不要跳了吧，跳得很好，下次不要再跳了。来，带你们看一下这个缅甸的那个地方。哇，这里为什么叫一寨两国？其实之前的话也跟大家说过一下，它就是我们边境的一个寨子，但这个寨子的围栏的另一边就是缅甸啊。而且有很多缅甸人民的话，他们就生活在这个边境上的。走，咱们的话带你们逛一逛。你们是属什么的？我属老鼠。属老鼠的，其实在缅甸的话它是按那个星期的属相来的。我是星期二，我是属狮子的。哦，这样子的。星期一是属虎的。那我要怎么推算我是属什么？看到没有，星期二我是属狮子的。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嘛，你是星期几生的，属什么？生来具有权威感与支配能力啊！这不是生来就是有很强的气场，统领你俩的吗？怪不得就是王者风范。这里其实他说的很官方。哎，其实我觉得他说的是挺官方的。啊，对。这一句话绝对是对的，一言九鼎，乐观不多疑，花钱大方，只买贵的，不买对的，死爱面子，活受罪，那不是我。就咱们压出来就一直没有去看过它，没有带过。其实这条手镯色蛮洋的哈，很洋，而且这一抹绿真的是太顶了。这料子的话，切了五条手镯，然后价格的话是一个小六的一个价格切的，然后切出来手镯啊，其他东西都没算，打价的话已经打到这个手镯打到一个大万一条，就拿到市场上去卖。哇塞！有点好看哦，好像那个小时候玩的那个水母啊，全是一些大妈耶，全是一些大妈耶。来，快点，来，快点，快点。三张门票，哦、是不是三张？他们你们是一起的吗？对。OK， 可以了。来，咱们的话已经换好蜡烛了啊，咱们的话去点蜡烛，然后许个愿。好多小姐姐呀、啊！哇，去点呢、啊？好漂亮，好多小姐姐呀、啊！就在这里点吧。可以可以。哇，这个来许个愿。身体健安健康，然后平安喜乐，好不好？最后才是发大财啊，给你们许的都一样。然后给各位挫友的话，我也是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喜乐，祝各位挫友及家人都是这样子，然后最后发大财。来，你看我点的啊，这四根。其实一般的话，我们以前点的话不是按照他们这个形状去点的，可能自己会点一个平安啊，或者是美金的那个 S 的那个标志，然后拍照啊之类的再进行祈福。
小姐姐都杨老师、啊、你也来玩啊这里啊 Hello 我平常啊好几次了我也是来玩的我也是来玩呀、啊、一个朋友过来跟老婆过来、哎、他们都在哪边都在、哎、对在那边对对对有了有了哇、哎、这个好开心啊哎这个跟你们缅甸的那个点灯节有什么一样的、啊、还有不一样的吗跟你们缅甸的一样吗对啊一样的我们缅甸叫 Nabidura Nabidura 对对对对 Nabidura 对你是伊穆斯林吗我们去边上一点穆斯林但是你是穆斯林但是你也过点灯节的对呀、啊、对呀、啊、不过是都是好玩的嘛他是穆斯林啊然后他也过点灯节的那这样再教我说一下 你来都来了吗是吧是要不要看后你有毛病啊都这儿我也还好不是你带过来咯我们明天看不我们想好好休息一下过个节你看怎么料我今天就带那个、啊、我跟你听我讲我今天是带着我的那个小哥然后带着翠友让他们看一下就我们这些边疆的少数民族的一些节日我知道但是你结果 不看就你后悔了哦那后悔吧你受不了了不是你到不是要不要无所谓的你看一下嘛我没带灯啊也没带钱啊结果不用大灯有没有搞错不用大灯直接看就你觉得喜欢的那没钱啊钱无所谓的你我来您的公司来的就选了嘛你说的啊我输的好不好那我看一下我瞟一眼嘛先、啊、来光下咱们看一眼好不好好东西你怎么感觉你好像到哪身上都带着料子的感觉有毒啊他们可能就出来玩在身上的没有放回去、啊、不是拿过好东西啊好东西我也然后你就逮到一个熟人就哎看料子看料子是不是来看一下东西哇马色的没马色的色料能看得出它的绿吗来一个辣皮壳的磨完鸡料子，这色中做完了，你不要着急嘛。色中做完磨完鸡料，黑黑的我怎么看什么样子我也看不。你看得到的呀，你看嘛，就是满色了已经。有。你看放一下就好看了。先拿着，你先拿着这样子。啊。你说钱到时候再给你没事哈。对呀、啊、对呀、啊，没问题。那你拿好。啊。我们一会儿出去，你到我车那里，我车上有灯，我要拿灯看一下，不然怎么看？好好好。是不是文件情况我都看不到，这样子。你随便逛一下嘛，随便看嘛，闻一下嘛。别这么好货不怕看的，是吧？行，你先陪我们逛吧。给你，我逛一下。逛一下，我才点完灯起完伏呢，我还没去逛那边呢。我们还要拍照，如果是你看，如果我还要帮我姐姐拍美美的照片。Okay, okay. 行，那我先去逛一下，我去拍一些照片哈。好，那我对，等一下嘛，对，来对面喏，对，等一下再给你电话。OK。这你朋友吗？啊，我不认识，不认识，我也不认识。哇，这边好漂亮。你看那边还有国旗啊。中缅嘛，中缅国旗，中缅友谊万岁。右边是缅甸嘛，中缅友谊万岁。啊，这边过不去了。游过去你。啊？哎，你们没去过缅甸哈？没有。缅甸曼德勒的那个皇宫，它周围就真的是有一条这样的护城河。哇，你这样打的光，估计就看得到我这一抹绿了。哎呀，哎呦。看到吗？发财发财！你可以拍一下，这一个的话看到没有？上面的话就是栅栏，旁边就是缅甸啊。这栅栏你翻出去，外面就是缅甸了。所以说这里叫一寨两国，它就真的是，在边境线上，可能中缅，人民共饮一口井，或者是荡个秋千就出国了，在这边就是很平常的一个事情啊，就脚一伸，哎，出国了，哎，又回来了，又出国了，又回来了，就这样子哈。旁边的话就是缅甸啊，像这些栅栏的话，都是疫情的时候啊，然后围起来的，以前的话是没有的。然后缅甸现在呢，它一直在内乱，一直在打仗，然后我们在边境啊，就随时能听得到那个炮声跟枪声，就很像敲锣打鼓的那一种。其实我们的话是特别希望缅甸能够稳定的啊。具体的一些原因等小杨老师再给你们分析一波啊，走，咱们再逛一逛。我要到国旗那里拍个照。我们等一下，等别人先拍吧，拍个队。等一下，对，先拍完。哎，三大美，等一下嘛，三大美女同框。就夜吧。来，阿里，哎，这边，我车在这边。哦，来，我已经带了手电筒了。
毒啊！你有毒啊！哎，我也刚好逮过来嘛，逮过来就看一下嘛，是吧？来坐后备箱看吧。来，刚刚也跟你们介绍过一下啊，过来这里看一下。这个的话，它是一个黑皮壳的一个料子，来斜光灯，看到没有？上面的话还有蜡皮壳，墨湾鸡的啊，墨湾鸡的一个色料。这边的话有开窗，色挺漂亮。有点东西哦，嗯、马赛嘞。斜光灯，怪不得出门都要带出来。哎呀，这么好的东西我也一定要带出来。满色。对呀、啊。你想啥呢？疯掉了你。啊，这个玩满色的嘛。你从哪里看出来有满色？你看嘛，都是盲的，你看嘛。哦，不要听他乱吹啊！这个的话，它的一个色开窗面很大，但是满色的话是要薄的。这边的话有色，看到没有？来，压灯很漂亮哈。再过来这一边，其实你看我这样一个斜光灯，你们就能看得到它的一个玉肉了。哦，这边也有啊，怪不得他要说满色，全身都有开的啊。但是这种也是要搏一下的。来，这个什么价格？这个，啊，哎呀，我们也老朋友了，不乱报价好吧？实实在在的。你说嘛？30万嘛，好吧？30万。对，这价格开价的话都挺 OK 的。但大家看一下这个料子的话，它有血，就这里看到没有？我压灯的这里有一点点黑的一个地方，能拍出来哈？嗯。这里的话它有一点点显啊，这个料子的话，如果说这个黑点画进去多的话，它有可能会进脏。这样子吧，30的话有点贵了。不贵，杨老师，这个是。再露一点，我给你打个灯。要不然好像在空气跟空气砍价一样，看不到人。看不到人了，是不是这样就？对。28。对吧？你少20000才。不是，我本来是不乱报价嘛，杨老师。那你做呢？你做多少吧？这样子，阿里，哎，这个料子我们爽快一点嘛？不爽嘛，不闹了。都是。哦，不不，哎，烟味哇比太远了，太远了，十万，十万太远了，什么困难吗？多少钱？我看一下能不能打这个灯啊，那真看不到，真的，感觉你在砍空气一样。10万。十万没有，肩膀，我也堵得不住了。你说今天卖价吗？江水，江水卖价。江水不了。18万，18万。18万。好了，好了。我也来这个价格实在多，你刚刚对呀，我跟你讲，如果说你刚刚第一口你就跟我开18万的话，那我肯定给的更多一点。啊，现在就你好实在。现在就18万了嘛，现在就买价了，18万了，好不好？可以了。这样子，再加你一点点嘛，但多的加不了啊。加一点嘛，18万，18万。12万，好不好？哎，加2万呢。大不了，我今天是出来玩的呀，不行，那你拿走。算了算了，秀我，回去吧，秀我了，好吧，回去。12万，12万，给，好，来都来了，好不好？你不给我们要回去了，真的要回去了。给吧，那钱到时候你交个朋友吧，好吧？明天我来公司了，好吧？那我就先走了，我回去了。行吧，行吧。你还要等你老婆他们在玩是吧？OK，那我走了，不管你了。行，好，来走。